你好，小朋友，我是梁老师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今天我们又见面了，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中文。跟梁老师打招呼，我们要说你好，小朋友。那小朋友该怎么回答呢？你好，梁老师。所以我们可以说你好，你好。这个呢，我们再来学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明明，我叫明明。我叫丽丽，我叫丽丽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相信小朋友都可以回答梁老师的问题。OK，下一个数数，我们跟梁老师一起数，一、二、三。小朋友，你数对了吗？我们再来一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好了，小朋友，相信你们都数得很棒。那我们来指读，小朋友，这是几？四，你说对了吗？这是几？这是几？五，五。这是几？七，七。这是几？六。六，这是几？九，九，很棒，小朋友，好，相信小朋友都说得很棒。听一听，是小动物们的声音，看你能听出来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我们开始来听声音，看看你能听到。是什么动物的叫声呢？小朋友听到了吗？是什么动物呢？你猜一猜。很棒，猜对了，是小狗，小狗。好，继续来。你听到了吗？是什么动物的叫声呢？对啦，是小猫，小猫。你说对了吗？好，下一个，我们来听听。是什么动物呢？对了，是小羊，小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听。这是什么动物？你听出来了吗？对的，小鸡，小鸡。它是小鸡。好，下一个。
么动物？是小鸭，你猜对了吗？小鸭，小鸭是小鸭，嘎嘎嘎嘎。好，最后一个，相信小朋友都知道了是什么。是什么？是青蛙，小朋友好棒，你说对了吗？青蛙，青蛙。好啦，我们的中文课学到这里，明天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